12日，著名导演庄文强、演员郭富城、性感美女温碧霞、知名男歌手孙耀威等一众电影人在澳门百老汇出席第25届华鼎奖颁奖典礼。郭富城不负众望，再次摘下中国电影最佳男主角大奖。他坦言会遵从胜古欣然败一喜的心态看待奖项，在日后的工作中必定再接再厉，不断突破自我。提及日前参加内地选秀节目的表现，被观众夸反差萌，程程表示不排除将来会参加更多的综艺节目，但肯定不会与太太方圆一起上真人秀节目。我觉得最重要是适合我，然后也是自己喜欢的，可以去把自己的经验呢去承传出去，承传下去，快去。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看缘分吧。但而家都好兴一啲夫妻恋爱嘅真人 show 嘅，我呢个系咪会考虑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会考虑。温碧霞今天以颁奖嘉宾身份惊艳亮相盛会，一袭长裙飘飘的她显得仙气十足。她透露现在正忙于准备下个月推出的写真，就连父亲节当天也要工作，所以不能陪伴老公，但相信儿子会给老公准备礼物。我觉得他应该会的，因为他很有心思的。像我刚刚母亲节的时候，他也做了一个就是亲手做的一个 flower 给我，然后又就是自写了一个花给我，就特别有意思。而孙耀威则以颁奖嘉宾和表演者双重身份出席典礼。他表示近期正在制作自己的国语专辑，希望每首歌的质量都可以达到主打歌一样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